为什么？哦，会是这里吗？那个，你是谁？只不过是变小了一点，就认不出我了吗？好久不见了，维尔威。我，为什么？是我。差不多可以了，自己的失败就这么难以接受吗？喂，你会让我觉得自己当初看错了人？可我明明应该是个天才。谁又不是呢？明明把我的才能都分给他们了，全部所有，可是为什么？你到底怎么了？难不成我们认识的时候你那副样子都是装出来的？为什么他们都不见了？真是不忍直视啊，如此手足无措的时光。那个时候我竟然真的以为他们都离我而去了。可是为什么？试试这个。可是为什么？我只负责传达，并不。那你自己的意见呢？毕竟那可是对凯文武装啊。现在梅博士要禁止我进行相关的研究了，你心里又是怎么想的？松了一口气吗？真的不愿意谈谈？我们毕竟也算是老相识了呀。你自己应该知道原因啊。魏尔威，你一直在做一件不可能的事。我不是很理解哦。从一开始你就知道，没有任何一种武装能够单独作为应对我的策略。所以呢？所以他的确不能。啊，所以为什么？我说过了。不，凯文，抱歉，我问的不是你，而是他们。直到现在，我还是不太敢和别人四目相对啊，尤其是凯文。所以那个时候他们是想要证明什么呢？那为什么呢？真是让人怀念的声音呢。所以这就是最原本的你，一个欺诈师，好厉害啊。不用装得那么惊讶了，我知道你早就看出来了。谢谢你替我说话，直到昨天我才知道你的名字。所以你今天就来见我了吗？
哇，真令人开心呢。所以那座岛上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未必乌斯博士一点都不肯告诉我呢。好吧，不想说也没关系啊，就当作是你和梅比乌斯之间的小秘密吧。不过有些话他还是希望我再劝劝你了。他说烛火之蛾面对的敌人你应该已经清楚了，是崩坏。没错，事实上参与审查的所有人都认可你是一位天才，魔术师、机械师、厨师，你能让自己在短短时间内成为任何人，用事实来进行欺诈，这也太浪漫了，真是前所未见的学习天赋呢。只是和你一样的天才在这里也有许多，比如梅比乌斯博士，你对他应该已经很熟悉了。而就是这样一些人，他们在面对崩坏时同样捉襟见肘，甚至轻易牺牲。现在只要你愿意，你就可以留在这里加入我们。但他的意思是更希望你能离开呢，出于某种同类之间的惺惺相惜。在这里你或许会遭遇人生的第一次失败，会发现自己的极限和一些对你而言几乎不可能做到的事。因为他和你是一样的人，所以他知道对于天才而言这种痛苦甚至远远超过死亡。梅比乌斯不是很温柔吧，但换作是我的话还是很希望你留下来的。毕竟我对露出寂寞表情的可爱女孩完全没有抵抗力呀。寂寞，也许的确如此吧。我明白梅比乌斯的意思，但他应该不用担心，毕竟我不觉得自己和他一样了。最早的时候我扮成另一个人的理由只是单纯不喜欢自己，做一些事的才能可能是有的，但那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就像你说的，这里的人没有任何一个在我之下，至于失败、极限、不可能，那不是理所当然的吗？我很高兴身边有这么多人能让我时刻提醒自己，威尔威从来不是什么天才，他只是一个稍微有些才能的愚人，仅此而已。是呢，也有过很讨厌自己的时候，那段妄自菲薄的时期，我花了一生与自卑和解，现在终于勉强能比较客观地看待自己了。如果放任任何一种才能开花结果，我或许就能走上天才的道路吧，但那样的我也不再是我了，今天也不会再有任何威尔威站在这里。所以，你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了吗？没有呢，也可能从一开始就不存在。不过，久违地听到了他的声音，很高兴。你似乎有些紧张啊。虽然你可能不相信，不过我和你认识的其他音节不太一样。我哪怕是活着的时候，大部分时间也一直在沉睡，就经验来说确实也只是个20岁的女孩而已吗？女孩有什么问题吗？我难道不比这里的其他人更适合这个称呼？好了，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去往她的身边呢？毕竟我的思维还是相当广阔的。等一下，你不会是想骑这条龙吧？准备好了吗？等等，不要推我！
雷之律者的。我想出于尊重，你至少应该记住我的名字。你不可能，那部分区域的确已经消失了。好吧，至少找到了一个你的弱点，虽然不太可能用得上。是你？果然，我们都只是可有可无的截肢，而你才是那个唯一的躯干，对吗？只要我还没有消失，你就能永远存在。肯定不是可有可无啦，但后面那句是对的。我们还是第一次见面吧。你好。是啊，我很好。你终于有勇气出现了，是吗？说有勇气也不至于，只是我曾经对指挥家撒过一个小谎，我总觉得应该在一切结束前告诉你真相。一切结束？哦，我明白了，你的计划它就是最关键的那一环，他凭什么做得到？这不也是我们的疑惑吗？这个叫做维尔威的人曾经创造了那么多的奇迹。好了，既然我们都是维尔威，就不要，我们从未见过面，所以我也没有机会告诉你你究竟是谁。你一直很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，对吗？欺诈师的又一个谎言，是吗？这么说来，他的确没有用恶人称呼过他。这不需要你来告诉我。你既然敢出现在这里，就应该知道我们的局势并不对等吧。嗯，毕竟现在的你是我被侵蚀过后所剩下的全部数据吗？如果你真的不复存在，我也有很大概率会消失了。准确来说是一定。的确，我只是想安慰安慰自己。那么想来想去，我能依靠的也就只有奇迹了。很好，螺旋的英杰，真正的维尔威，现在却要靠不知从何而来的奇迹拯救自己。我想是的。真是意外之喜呀、啊！那你一定要更期待一点，程度越深越好，最好比我在那片黑暗中的期待还要深。只有那样，你的幻灭才更有被欣赏的价值。那拜托你了。所以你之前说的我们去打败他，指的就是你看着我来打败他。准确来说，我没有说我们，也不敢看着。不是天才，这个词今天已经出现过太多遍了。
可求的奇迹，他站在我这一边。又是这种力量，千鸟拔刀。什么？不必都这么惊讶吧，在自己的思维里，对一股外来的力量总是能做些什么的。切割我也很擅长呢。算了，我原本不想把这里弄得太糟糕的，但看起来你们一点都不在乎。那这一幕还是更喧闹一些好了。站立，这就是曾经掌控我一切的人，你现在越令我感到失望，那五万年的囚禁也就越让我感到憎恨。现在才要到来，千鸟拔刀。好了，都结束了，我来告诉你们接下来我准备做些什么吧，好不好？我不准备将你们和哪个思维区域一起分割了，我要将你们两个就囚禁在这里，这片黑暗中和我一起永无止境。所以是那五万年的时间让你变成了现在这样子吗？的确是我的错，这倒是很正确，但你最好也别忘记我究竟是谁。区区囚禁不能改变我，从一开始我不就是纯粹的恶念吗？只是重见天日罢了。如果你不是呢？你所在的区域并不是用来关押恶念的，真正存在于那里并且不断被并入其中的是我的，是我的自信和自傲，灵感、火花、激烈的想法，以及我。可惜他们既不适合那个时代，也不适合人类文明。很荒谬，是吗？你可以不相信，我只是隐隐觉得自己应该告诉你。你多少也猜到了吧？只有这一种解释才能说明为什么我能知道你想做的事，因为一个想要去改变些什么的人，他会做出的选择反而永远不会改变。怎么，难道你想说我其实是个好人？现在应该举起双手痛哭着悔悟？怎么会呢？你现在的确是个恶人了，如果放任任何一种才能开花结果，我或许就能走上天才的道路吧，但也可能走上你现在的道路。你说完了吗？嗯，我犯下的错也让我来做个了结。只会相信自己的你和绝不相信自己的你，虽然不是这样，但比起言语还是用更实际的演出进行说明吧。这是家伙消失了。你还没意识到他打算做什么吗？
所以你才仅仅只是一位欺诈师啊。我现在没闲心猜谜，既然他不见了，那就从你开始。欢迎观看维尔威的艺人秀。什么？魔术师？这不可能，我明明已经……千万别过早下结论呢，可爱的观众，因为接下来你还会看到更大的惊喜。我就知道，说了多少次我没兴趣参与这种事。你每次叫学者出来的时候都喊错人了。啊，对不起，那要不要再来一次？天赋成吧，远超人类所想。盛大开眼！哎呀，这次不小心变出了两位朋友呢。竟然把两个人混为一谈，就像在说谈和言没有区别一样。我和他的差距远如日月，虽然光芒出自同源，实际上是四位朋友啦。一刀，挑断。可爱者，不，是你，你一直在重新分割思维，破坏我的能力。准确的说，是先成为他们，再分割出来。原本就是我脑海里的思想，就算被你销毁了，也很容易找回来吧。你说我不相信自己，但不是的。一走神，无名围裙，只有现在这样才算是我维尔威。让我们拭目以待吧，当所有的我汇聚成螺旋之时，只要我愿意，那我就可以。一刀挑断。对不起，你的身体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我只是引导我拥有的全部和你拥有的全部进行了最简单直接的碰撞，我想比较一下两者的分量，这不是谎言。所以这就是结果。事实上我不堪一击。我不知道那时候我们死在月球上了，对吧？我也不知道，但应该是吧。我们？哼，别把你和我们相提并论，我们只是蜘蛛的截肢而已，不像你。你这个，你发现了吗？毕竟是维尔威一半的思维，要战胜你我只能这么做。看来是分割了太多次自己，现在我也是和大家一样的截肢了。为什么？只是想在最后要和剩下的大家好好道个别了，和剩下的自己。你知道后果吧？很快我也会像你一样彻底消失了，但在那之前已经足够我去完成自己的计划了。还是那个问题，他不是我们，凭什么能做到？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了，因为你相信，对吧？没错，我原本也可以消灭青石之律者的，当然，但那显然不是对所有人都最好的结局。你就是我，自然也知道那个承诺的重量。哼，那么，就这样了。再会。再会，哼，你最好祈祷不要有这种事。
果然，我还是不擅长看着对方的眼睛啊。把他留在你那里，才是最稳妥的。毕竟，只有我才能够阻止你嘛。好了，拿去吧，最后的礼物，带着他去找到伊甸吧，千万别弄丢了哦。不要喂，你……啊，多半是没救了吧。在出发前我们就想到了，不是吗？但还是要抓紧时间，毕竟我得在自己完全消失前把你从维尔威的思维中送出去嘛。谢谢，这朵水晶花，原来你也是秘密的守护人之一吗？嗯，这就是你要去做的第二件事了。还记得我们提过的战胜侵蚀之旅者的方法吗？在建造往事乐土的时候，专家习惯性地留下了一道程序，在某种意义上他可以确实无误地做到这件事，但该说是有心还是无意呢？在我们意识到的时候，侵蚀之旅者已经排除了正确的威胁，但那只是针对现状而言。我这么说你能理解了吗？看来你已经想到了，不过你现在可能还无法意识到你自己对于整个计划有多么关键，但没关系，苏会让你明白的。希望他已经看到了我给他的留言，这就是所有的拼图了。你看，艾莉西亚总是这样，既是一切的开始，又是一切的结束，多么奇妙啊。你一直要去做的那件事，最后竟然会以这样的方式赋予现状截然不同的意义。那么现在我在自己的计划中能做的也只剩下，没记错的话，指挥家应该向你提起过，仅仅是他自己根本无法向你诠释螺旋之谜。其实我也一样了，但现在也许你能够见证螺旋的尽头了，我们会合而为一，成为完整的维尔威。接下来呢？我能做些什么？还记得交换全部的那时候吗？只要敞开心灵就好了。也就是现在这样了，可爱的观众。是你。这就是魔术的要诀，在你感到惊讶的时候，一切早就已经悄然完成了。听好了，这是我最后的演出了，而你就是我最棒的助手。准备好离场了吗？需要请求你的同意吗，大魔术师？当然，不过我允许了，毕竟不会有什么演出永不谢幕吧。啊，让我也学习一次大反派吧。永别了，我最可爱的观众。是这么说吧？一次不差。吵闹的家伙，第一次见你露出笑容啊。别误会，我是在为自己感到得意，下棋的人才值得赞许吧。我同意。那就好，不过既然你都这么谦虚了，你做的也还算不错。别太勉强比较好吧。哼，别得寸进尺啊。哦，牙医女士，终于轮到我了吗？是你呀，指挥家，我终于知道你的名字了，所以这一次我能够见到所有的威尔威了，也包括那个对凯文武装型号五。这恐怕就很难了，他是个害羞的人，对于自己的外貌一向不是很自信，而且以他说话的速度，你可能在对话结束前就会和我们一起当场去世了。那还真是遗憾。没办法，情况特殊嘛。那还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？随便什么都可以。嗯，再见了。难怪你那位同僚不太高兴呢，这确实也太随便了一点。好吧，那再见了。虽然第一次见面说这种话有点怪，但总觉得你跟我会合得来，也许是我这么希望吧。没能请你尝尝我的手艺，真的很遗憾。
至于我，就不必再过多言语了。接受真正的螺旋之名吧。最后，还是回到我这里了。螺旋的尽头，也就是它的原始，很合理，对吧？用真实创造虚妄，以矛盾反转意义，拆解自己，正是为了成为自己。唯有创造对立，才能步入统一。拿去吧，牙医。真正的螺旋之谜，这是我能完成的全部的布置了。我能做到的事，你也一样可以。然后就去揭开所有的谜底吧。毕竟我是个欺诈师嘛，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就是你闯进我房间的那个晚上，我就发现了这位姐姐的身上好像有个秘密，或者说谎言。不，我觉得她只是个秘密。很过分啊，怎么能用姐姐来称呼美丽的少女呢？我们年龄差不多的，甚至我可能还要再小一点。算了，你难得出来一次，我就对凯文武装型号666，竟然能一下子删除整个往事乐土，还真是有些可怕的发明呢。威尔威，它的启动条件你可要认真思考一下了。嗯，虽然是专家的设计，但还是由我来决定吧。事关十三英杰留下的全部，无论是全体通过还是少数服从多数，我想都不是最好的选择。但现在也很难想象究竟是怎样的局面。这可有些困扰了呢。所以我想，艾丽西亚，既然让我们留下这段故事的人是你，那为他画上句号的人也应该是你。你的意思是让我来决定吗？就当是我为你准备的一片舞台吧。你帮维尔威保守了他的秘密，没有告诉任何人关于我的事，那么你的秘密我也以最好的样子谢幕。故事的结局呀，我从来没有想过呢。这下可得好好考虑一下了。不过在我的审美里，你明白的，从来只有一种答案呢。那我大概知道了，我相信你。我回来了吗？还真是不那么轻松啊。来了，是他。非得是这个时候吗？命途为简，求万物于身见，此身为主。他们从来没有以这种数量出现过。引道途于至暗，这不是遭遇，而是设伏。姓氏之律者，他注意到威尔威已经消失了吗？怒吼吧，巨力伽罗！
的时候，命途为简，求万物于身见，此身为烛，引道途于至暗。糟了，我还没有适应螺旋的刻印。这么快就结束了吗？这个声音是……不，不可能。あら、まだ生きてたの？それなら、私はこう言うべきよね。ねえ、気分はどう？